进这把预算，但是在你自己还在一笔预算下去。就是营养比外观上，因为我必经之路，你没有别的路了吧？你不可能下面爬上来吧？还是从上面下来这条？我先问一下，他那个山一种地方可不可以到别的地方？美国回来后呢，我这包括我姐姐在美国，她也是为了想吃牛肉面，那个暑假带了孩子回来台湾，跑到永和公园吃一碗牛肉面。为什么？就是那个。我们到鼎泰丰吃什么？吃他汤包。台北有一个高级，很多人去为了什么？吃他的生煎包子，吃他的虾套餐，或者虾哪一道菜？你要有一个主题曲。有，没关系，你不管你刚为什么问了几遍了，你都不讲，懂吗？你要不仅你马上讲出来，你要让你的客人，这是我的主题曲，你很简单，而且这道菜做出来，要到任何一个地方来都能够习惯。怎么讲？就像我帮马英九，我们还要聊天，所以我建议你出一道菜呢，你的营业额还要比这个稍微高一点，可能这道菜你可能建议你六个人来吃。这道菜可能七百二，回来就是一锅，我一年四季都有，没有季节的限制，我来到人家一下船就要来这一锅，而且他想两个人吃完，我得找六个，是不是拉高游客？白带鱼过来，没有了，虾不是的了，对吧？就我的意思就是，你要重新思考你的店名，然后再放那气氛也有特色，然后吃法也有趣，味道好。然后从外面进来，我不要再看到这么大的三角裤挂在一个门口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如何把这样的政府的补助、善意的补助，不是补助我自己一个人，是整个泰式的。好，谢谢啊。好。那个本来外面那一个招牌，其实就是很想要去把它做一个改善，那因为邻居。改善那个列为里面的一个细项，这个我比较没有关系，那是我给你的建议。不是，我说，因为这个是人为因素，我没办法去决定人家要怎么样。那你说要把它列为说这个里面的补助哦，可能有一点。我们尽量去跟他沟通。对啊，我们只能去跟他稍微改善。啊，你说，哎，你这个预算必须要。没办法，所以第一次沟通，如果你是直接重要害的话，绝对成功不了。还有我。可以跟他讲的，可能就是说去把它作为美化一下。但是如果你说叫他不用挂衣服在那边，这一点要。但是我可以美化之后，把它稍微遮一下。对。那我跟你讲一个概念，就是说让他自己背起来，开一个是百叶窗的概念。百叶窗，你看啊，百叶窗也可以折啊，就是用角度的问题。因为他本来要开一点，所以才搭那一个。你跟他讲，我帮你做一些美化的。这个是应该其实像你看，你们做这么多。